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综艺玩很大吴宗宪 Kid， 恭喜宪哥，恭喜 Kid， 我们先拍照哦，拍照拍照，来看先看左手边好吗？两位强人，左手边，左手边，左手边，哇！站站站站站站站，看正中央，正中央，连装连装啊，连一拉一来，正中央，正中央，第二排，第三排，后面我们动态的媒体，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啊，动态的媒体。好，我们正前方，土哥土哥，正前方，主办方主办方。好，右手边，右手边的媒体，右手边的媒体，视线再回到正中央，好吗？来，视线再回到正中央。又要跳一下是吧？要跳一下是吧？可以跳一下吗？两位，来，一二三，再一张，一二三，很好 ，nice。啊，右边没有跳是吧？右边没有跳，一二三，哇，左边也要跳，一二三，再跳下去变超级玛丽了。哎，他累死他了。一二三，啊，开心的果实啊！来来来来来来，正常应当的，来来来来来，好来。哎呦哎呦 ，lucky 哦 ，lucky sucks 哦，来来来来来，前面前面，哇，第三排两位，大家都很喜欢红色的哈，有人穿内裤，有人穿红袜子，来来来，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恭喜年终年终，如何心情如何？有没有声音？啊，厉害了！是，先请。这个今天完全没有准备要上，完全没有。对，因为前面已经杠了两个嘛。哎呦，哎，不要再德州电锯杀人狂了。不要再杠了。对啊，那这个能做节目啊，就是我们的福分嘛。是，哎，可以为大家服务，我们心里面都很开心。谁入围，谁得奖，我们谁都很开心。嗯，都是好朋友啊。入围就是一种肯定，是不入围就是一种否定。喂，那是自然。我这句话是要送给这个大热门的哦，综艺大热门。哎，每天晚上拼到凌晨五点。对，台湾录影最辛苦的一个，史上录影最辛苦的节目，但是很难入围，很怪。嗯，对。然后我呢，其实我不是连庄嘛。啊，哎，是，我是连三拉三。哇，太厉害了。难得是邻居也要帮我讲讲话，真的要感谢大家。但是我还是去年的呼吁，今年再讲一次。是，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开放任何地区地方的华语综艺节目都可以来台湾报名参加我们的金钟奖。嗯，昨天跟我们这个旺旺的蔡董事长在聊天，他说啊，这样会不会哇，人家大陆的节目不得了，他一个节目人家都几千万人民币在做啊，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做不赢人家？各位各位，努力还有我们的内涵，台湾的综艺内容到现在已经民国51年，1962年到现在做了55年了。嗯，是，这是我们的软实力，是每一个人拼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硬道理，是，所以不用担心，综艺节目用金钱堆出来的是骨架，但是呢，真正能把内容演好的才是他的灵魂跟血肉。哎呦，讲血肉太好了，宪哥。对对对，然后第二件事要开放的，如果没有办法开放给网友、网民，大家来投哦，是，来不是投，差一点刚讲投注，对，投票，投票，给网民来投票加权，只要 10% 就好。嗯，不如我们就试办一次，给谁来投票？有一群人，他们看得比评审还要清楚，是就是你们哦，网友们，不，哦，记者哦，哦，你们对节目，你每天在看节目，你们每天在关注我们，每天看大家录影工作状态，你们会不知道谁该得奖吗？对不对，大哥？有没有道理？有，他说对，他说对，有没有道理？摄影记者。谁凭什么会去看我们录影吗？你们每天看，你说谁该来的综艺节目该得奖，对不对？有对不对？好，谢
现在 OK 了，冷静冷静。有，因为你们每天在那里看，我们隐藏不了吧，大哥？是资深资深资深。因为一个以后我们这样录影哦，在摄影棚里面就看到你们就，哎你好，你好，是，多支持啊，今天年年看。以后有投票权，以后我会去跪拜。谢谢你们，改变评审制度。评审制度，我等一下再跟我们长得很正的郑部长啊。我等一下再跟郑部长再特讨论一下，提一下。如果开放网民比较复杂嘛，我们就开放给我们媒体记者，毕竟记者这都是一票。是。那由你们来投票，投出来加权比例 10% 就好嘛。其他您的这一票可以给评审做一个参考，等于是算是一个集结。毕竟他们也是对不对？专业人士啊。对，所以这次综艺节目啊，最佳综艺节目最应该要得奖的，其实综艺大热了，玩很大。综艺我们是益智级实境节目啊。现在那个奖项已经跟大学联考一样，反正我不会填表啊。是，专业化应该是。还有一点没得奖，他说因为你们填错了，我见鬼了，我考台大我还填错了。好了，你先不要那么怒，加油了，好，没有，加油。那也恭喜 King 走出他感情的束缚。是，希望呢这个女方能够这个找到更美好的未来。对。都好。我那一天在路上遇到小恩，哇，整个人变更漂亮。哎呦，我说小恩，想恭喜啊，你们最近好不好？对。我关心他了。有。小恩说，按以前那一段，我就把他过去。小恩跟我讲了一句话，哎，没关系啊，就当做被鬼压嘛。喂，好了，今天录影不算钱了，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啊。爱你们，好，以后谢谢我们媒体记者投一票，好不好？最棒的一定要的啦，太重要哦。谢谢，恭喜，掌声鼓励，谢谢轩哥，谢谢 Kid 的。谢谢哥。